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过眼而去，最终不过兄弟情谊，世事难料人生的悲喜，好好坏坏都靠自己，爱与恨呐一笑而去，平平淡淡才是福气，且挥挥袖，烟云过，莫把春光等白头。那千金虽好，快乐难找，我潇洒主持大公道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把酒当歌最尽孝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最忠心辅佐皇上，惩恶扬善显本事，甭看咱们有地有高有丑有俏，但都活淋淋的活出了人生的味儿。四只小蜜蜂啊飞在朝廷中啊，左飞飞右飞飞，潇洒主持大公道，人在江湖飘啊，快乐最难找，你笑笑我笑笑，一生乐逍遥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把酒当歌最尽孝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几位来的够早的、哎、我们找了一宿都没找着客栈，好不容易你给我们开门了。客官，你们有所不知，附近最近啊土匪猖獗，这里好多客店都不敢开了，只有我这儿还开着。老人家，我们赶了一宿的路了，只要你能让我们歇歇脚就行了、嗯、行行行，来里边请、啊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们四个人不合适住一块儿。坏毛病，都是男人有什么不合适的，那你们哥几个随便住啊。哎，叔说什么呢你？关门。算了，这样吧，我跟韩兄睡走了，你跟二妹睡床上算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，人家呀还以为咱们是神经病呢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今晚都别睡了，我们坐在这儿等到天亮，明儿再说吧。行啊，啊你给我们讲故事吧。啊，就是啊，我讲什么呀我。阿奇阿奇，好好。哎，一大早谁在背后骂我，不是还得我打喷嚏。嗯，我看呢、啊、是有人在咒你啊，说不定就是嫂夫人。这嫂夫人也太可怜了，你说你也不去看看她，她现在肯定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，而且正在说林天宝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。谁是没良心的东西了？我早看出来你没安什么好心，你是不是看上她了？你要看上她我把她让给你。林天宝你太不像话了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老婆来。哎，别乱扔东西、啊、你老婆在坐牢，你不去看看人家，你还说风凉话，你太过分了吧你啊。嗨，尊夫人出狱后有你好受的，她应该感谢我才对，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给她求情，皇上会答应特赦她吗？啊，哎呦，林天宝林天宝你可真行啊，你居然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争了，人家孔贤弟这么好的心情请咱们吃早茶，不是看咱们斗嘴的啊。就是哎，吃东西吃东西啊。孔贤弟、哎、你这次过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商量吧？是啊，还不是为了剧本的事儿。那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？几位兄台，你们刚才都听到皇上的话了，
这戏我根本没法写呀，既要有才子佳人，又要有风流剑客、土匪草寇，既要有精彩热闹的武戏，又得有缠绵不绝、悲欢离合的文戏，这戏我怎么编呢？所以啊，我请诸位兄台帮个忙。哎呀，我呢是写诗填词最擅长了，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过李白写过剧本这种事儿，我是不干啊，你请我算白请了。哎，对呀，这写剧本我也不行啊，不过要是做做赋嘛，我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现放的赋啊一向做得很好。哎，去年你轰动京城的那个叫什么壮州贼做得很不错嘛。啊啊，壮州贼。哎，就是牡丹赋。哦，孔贤弟，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啊？啊，诸位兄台见多识广，能否给小弟弄一些故事素材啊？嘿嘿嘿，哎，不过你要什么故事的话，我随口就能给你编好几百个。哎，要不你写我的发家史吧？你的发家史，天宝，虽然是曲折离奇、荒诞不经，但是呢，这里边缺少才子佳人、情感缠绵的故事啊，是吧？哎，世伦，你别打岔呀，人天宝和白如燕还有宋玉娇，那不就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吗？啊，对呀，说的是啊。哎，说到感情戏，我跟我老婆的感情可深了，她天天被关在牢里，我在家里心如刀割，以泪洗面，多感人啊。武戏方面呢，哎，我林天宝夜闯天地会，三战薛家堡，智斗韩岩，哪一桩不是惊天动地，哪桩不是可以代代相传呢？ 啊哎，名儿我都给你起好了，就叫做风流才子盖世剑客林天宝之奇情异恋传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写成大戏，天天上演，场场爆满，保证你赚那个满堂彩。哇，好好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啊，哎，写完以后主角由我演，提供故事，主角你一并给点银子啊。算了算了，给多少钱？哎哎，天宝别闹，天宝别闹。孔先生，这样吧，你容我们几个十日之内想一想，之后定给你一个好的题材怎么样？哦，这正是小弟所希望的。哎，我那故事你不要了？哎，天宝，你的事情呢，孔贤弟是要采用一些，博采众长嘛。啊，就是，不管你采用多少，反正只要用了，你总得给点钱吧。啊，嗯，哎，给多少银子？嗯，哦，一两银子，哼，亏你拿得出手。哎，白银一千两。啊，哇，你那么大方啊！你那位叫孔闹的老祖宗知道你拿一千两银子来买一个剧本的话，一生气还不得活过来啊！哎呦，林天宝那小子就这样中了状元了？那次会考大爆冷门，林天宝进高中状元，谢放得了第二名，纳兰容若只得了第三名，连彭春都得了第七名。别跟我提那个彭春，他跟我们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别跟我讲彭春这小子，一提他我就生气，有天我要抓住他了，游街了他我都不解恨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哼，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手里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小妹死的真冤呐，等我抓到那个彭春，我会把他五马分尸。哎呀，别说了行不行啊，我饿死了，去找点吃的吧。哎，谁不饿呀？啊，来了，小妹子，大姐，二人，都来人，屋里的男男女女都给我站出来！出来！出！哪儿吧？走，好，我们那边看看。好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啊！哎，走，走吧！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让他们站好。追呀！哎，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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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家好，在下何德淼，听到我的名字一定是如雷贯耳吧？啊，大家说我是强盗，其实我不是，我的真实身份是原白虎堂天地会的堂主，曾经在盖天会做帮主，现在是罗天教联络部兼发展部的长老。谢谢大家。鼓掌啊！鼓掌，鼓掌。哎，我们是反清复明的义军，我们一向是只跟官府作对，从不扰民。今天到这儿来，只是想问你们借点粮食。嘿，谁是管事儿的？何长老，老朽耿凡氏，是此庄的庄主。哦，耿庄主，我想问你借300担粮食，你不会不借吧？这300担，嗯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叫人去办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反清复明是大事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为我们帮，捐出点粮食，到时候我们得了天下，哎，再封你个什么官，那可是造福子孙的大喜事啊！还不去？是，兄弟们，在挨个搜，他们也该为我们做点贡献了。不对啊，快，交出来啊！耳朵那个拿来干什么？我自己来。拿你的。哎，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掏出来。哎，干什么呀？你拿我帽子干嘛呀？哎呦，美女，你好漂亮啊。哎，愿不愿意做我的长老夫人？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说不定你以后还能做皇后呢。有性格，我喜欢，是做皇后的料。住手！谁呀？过来。总舵主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义士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天地会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今日一见，方知一切都是谎话。此话怎讲？难道强抢民女是替天行道的义士所为吗？哎呀，这读书人有这么高的血性，真是越来越少了啊！没错，我们罗天教替天行道，禁止强抢民女。我何德苗也一样，我平时最讨厌那些奸淫掠杀之人。可是我不一样啊！我要娶她呀！我要把她堂堂正正的娶进门。难道说这也是强抢民女吗？你。呸！你自称自己也是英雄好汉，你怎么能抢别人的妻子做老婆呢？这就是你的英雄好汉啊！你有老公了？对，他就是我男人。对，我们成亲了，就是还没拜堂呢。哼，也罢，我何德苗不是那种人。你少抓我！你不会告诉我你也有老公了吧？我也已经有老公了。那你老公是谁？他就是我老公。哼！嘿，哎，我看你们四个不像夫妻。哼，你们就像偷了情的狗男女。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连襟。那，哼，你们是夫妻，你敢对他发毒誓吗？我含言对天发誓，如果我们不是夫妻，我定遭天谴雷劈，万箭穿身而死，永坠丰都，受尽丰都之苦。你敢发毒誓吗？我李梦轩对天发誓，如果这个女子不是我的妻子，定遭天谴雷劈，万箭穿身而死，也是受尽丰都之苦。哎，这不乱了吗？他们俩要成为我姐夫了。罢了罢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们了。耿庄主，粮食备好了吗？
哎，准备好了，装上马车，在外面等着呢。打扰各位了，告辞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韩岩。莫非你就是跟纳兰容若齐名的大才子韩岩？正是。哎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韩秀才在上，受本人一拜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哼，本人久仰韩秀才大名，今日一见之事，三生有幸。若是韩秀才愿意加入本帮，并助我罗天教一臂之力，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，那办不到，这根本办不到。来呀，扶韩军师上轿。不，不要！你们杀了我，我也不做强盗。住嘴！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强盗，我们是罗天教。你若不入伙，可别怪我手下的兄弟无情。到时候我可关照不了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。放开！好了，韩岩，命该如此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过几日我替你们完婚，走。哎，韩兄，哎，走，快吧，走，走，对吧？哎，韩兄，韩公子，韩兄，韩公子，二位小姐，韩公子，没事啊。哎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当今的土匪猖獗呀！碰到姓何的还好，要是碰到那个彭太傅的那个三个祸害，咱们连命都没有了。哎，二位姑娘，你们回去歇着吧，连累你们跟着一块受害，老朽真是过意不去呀。哎呀，大伯，我们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多好的闺女啊，这位公子娶了她，真是好福气啊。啊啊，我是不是真的呀？可不是真的嘛，没有半句是虚的。人家韩岩跟李梦轩二人都对天发了毒誓了。这可能是韩李二人为救你两个姐姐而行的权宜之计啊。哎，虽然是发誓，可能举头三尺有神灵，这个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的两个姐姐只有嫁给他们两个人了。哎呀，人家韩公子那是一笔好字，那是郎才女貌，你姐姐不亏。哎，不亏。李梦轩呢，都救你两个姐姐好多回了，那也是一段好的姻缘呢。那你为什么不救他们俩？他也是你的姐夫，也是你的连襟啊。哎，何德淼的武功据说不亚于陈近南呢，彭春远不是他的对手，去了也白给。韩岩暂时不会有什么事情，待我们从长计议，想一个救他的万全之策。依我看，韩岩他落草为寇不见得是坏事。反正呢，他已经没了功名前途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落草为寇，指不定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。哎，有道理，这就是我大哥常说的量身取经。对，干脆啊，我们一块入伙得了，跟谢放一样，将来啊做个招安大官。什么白日梦，我可不愿意当草寇的老婆。哎哎哎，老婆老婆，哎，老婆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这位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也是我们的军师，从今以后。你们服从他，就要像服从我一样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呦，哎呦呦呦，韩军师，韩军师，你这是不是身体不适啊？我一夜都没合眼了。哎呀，来人呐！在，送韩军师进去休息。没事，请。您歇着，您歇着啊，您歇着。报，大王，彭二郎派人前来求见。哎呀，何寨主，别来无恙啊！听说寨主拿到了彭太傅的房契，我家公子高兴极了。这不让我一来感激你的厚爱，二来呢想让我入伙，跟哥几个学学本事。啊，那你们少爷准备出多少银子买我的契约？哦，带着呢，带着呢。
你们少爷太爽快了，什么事儿说啊？啊，好说好说，真够爽快的。哎，这彭太傅啊要回来了。按路程计算呢，这五十要经过青石冈。想请你把他拿上山扣留几天。就这点事儿啊？啊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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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真爽快。公子说了，这事儿成了之后还有重金孝敬您呢。哎呀，再说再说。老婆，用点力呀。老婆，哼，混蛋，挨千刀的，现在才来看我，我废了你。夫人呐，夫人呐，这是牢房吗？夫人呐，你受苦了。你们两个出去吧。是。夫人。说，这两天干什么去了？快说。夫人，一言难尽啊！这段时间为了搭救你，我是上下打点，左右通融，南北奔忙，但在皇上面前，我就哭了好几百回呀。现如今林天宝舍命救夫人的故事已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啊。夫人啊，为了你，我是茶不思饭不想，你看人都瘦了。哼，是吧？我怎么看你好像有点胖了呀。啊，福总，福总啊，夫人。哎呦呦，难为你了。啊，夫人呐，我对你的敬仰之情，就像前辈韦小宝韦爵爷所言，犹如长江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呀。我的一片赤诚终于感动了皇天，百年铁树开了花，千年枯木发了芽，你做菩萨泪满面，皇上也把慈悲发，他老人家说决定赦免你了，夫人。真的？啊，坐。夫君啊，我错怪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咱俩喝一杯。哎，啊，夫人坐。天宝啊，喝。自己倒啊。谢夫人。哎，这牢房比咱们家还舒服啊。那是，有钱什么事儿办不了啊。哦，再说了，谁不称赞我舍命进谏的本事？那些江南百姓都视我为神明。哦，有些人啊还千里昭昭跑来看我呢。夫人，那是念条。千里昭昭昭昭。我没夫君读书多，反正就那个意思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老百姓专门为我修了活人祠，香火还很旺呢。夫人呐，那个祠堂是我派人去修的。你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今皇上一向很注重民意啊。我想，如果天下百姓都把你当作神明的话，他也就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你杀了。嘿嘿，夫君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嘿嘿，只是。借了不少钱，得还。快告诉我，借了多少钱啊？粗略一算嘛，三万两。哦，
没事，天宝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们家客厅那房梁上有一个小铁盒，里面有50000两银票。这样，你拿30000两去还债，再挪用5000两发给一些乞丐，积积阴德。你自个儿用500两，补补身子啊！哎，不，30000两债是要还的，乞丐那个阴德也是要积的。至于我嘛，身子补补不要紧，只要夫人的身体好，我就踏实了。哎呀呀，这500两怎么能够你花3个月的呢？1000两吧。哎呀，你看我钱本来是身外之物，你又对我这么好，天宝，钱都归你花了。嗯，全民夫人做主啊！等等，我怎么记得3个月之后好像是皇太后的寿辰？按道理说是应该大赦天下的呀。李天宝，你又敢骗我？我，哦，这个是皇上的妙计啊！为了拯救于你，为了让百官臣服，为了自圆其说，皇上只好哀请老太后把生日提前1年，方能够3个月后大赦天下，让你出狱。唉，想害你的人实在太多了，皇上也是别无良策呀。不对呀，我依稀记得10年前皇太后50大寿的时候，我父亲带我去赏灯啊，我没记错呀。你不在宫中，不晓得宫中的规矩，叫做做酒不做食。50大寿为了吉利，一定要提前到49岁来过。你没记错。哦，可能是我弄错了。哎，夫君。哦，我又错怪你了。反正又不是一次两次，习惯了。夫君，患难见你的真知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夫人，为了你早日出狱，外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打点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夫人保重啊。看紧点，别让他越狱啊！哎呀，天宝，我的老公，我的夫君呐，天宝啊，天宝啊，夫君呐，老公啊，天宝啊，50000两，祠堂是要修的，不过勤俭持家是我的美德呀，30000两花不了，20000两就足够了，剩10000两。5000两银子打发乞丐，我也是乞丐啊，我积阴德的钱不能省，反正花去25000两，还有25000两都归我，发财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们赶快想办法把韩岩救出来吧。你放心啊，既然何德苗让韩兄去做师爷，就不会为难他，是不是？说不定韩兄还能自己跑回来呢。哎，那他要是跑不出来怎么办啊？你快想想办法呀。哎，姐，你不是很讨厌人家吗？怎么现在关心起人家来了？哎呀，我信你啊。人家啊可是发过毒誓的，还说要娶我呢。你说要是不同意，那不是害了人家吗？哎，小李子，你不也发过毒誓吗？你可不能对我背背责任啊。我那个可是哎，你想干嘛？想反悔啊？我跟你说，你那天还发过毒誓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们看啊，我一没本事，又一贫如洗，我怎么配得上曼西小姐？难道是我妹妹配不上你啊？怎么着，我妹妹不嫌弃你，你倒嫌弃她来了。我不是这意思。我那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么定了。行了行了，等我爹爹回来啊，我去跟他说。爹爹要是知道你们其中的原委啊，一定会同意的啊。姐，那小姐，
我去干活去了。啊，行啊，快去吧。哎，以后啊，那杂活什么的呀，就让下人干吧。你呢，动动嘴就行了。哎，妹妹，你看他还不好意思了。韩大公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站住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啊？你们知道老夫是谁吗？老夫是皇上的老师。走开！走开！报！说，兄弟们已将彭太傅抓到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干得漂亮！把他给我关起来，好吃好喝的给我供养着，但是不能伤他一根毫毛。是。嗯。堂主。太傅与您无冤无仇，何苦将他抓上山来呢？俊师，你会明白其中的道理的。哎，俊师，莫不是你跟彭太傅关系不菲？太傅对我恩重如山。堂主，啊，能不能看在我的薄面上把他放了？别！俊师，你不必多虑，我只是请他上山多住几日啊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啊。那据你所说，彭老弟与天地会的余孽称兄道弟，可有什么凭据啊？啊，彭太傅现在还住在青石冈，与那姓何的逆贼称兄道弟，这事已是众人皆知啊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这真是天赐良机。明天早朝，我揍他一般，叫他永不翻身。啊，对了，二郎，你那么辛苦，先去休息吧。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小的从家乡带来一点特产，请大人品尝。哎，你看，二郎啊，你也太客气了。哎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请大人笑纳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啊，好，走。走，走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，混账！放我出去！你们放我出去！我是当今皇上的老师，你们这些混蛋，胆大包天，放我出去！臣有本奏。准奏。皇上，彭太师、彭二叔自辞官隐居故里后，不但不思皇恩浩荡，反而居功自傲，事权已逝，凌虐相与，枉上欺天，广直党羽。现在他又与天地会恶首何德淼称兄道弟，恐有叛变之意。爱卿，此言从何而来啊？微臣在彭尔树故居得百姓万民册一个，请皇上阅览。哼，大胆彭二叔，你也太胆大妄为了。传旨将彭二叔押解进京，朕要亲自审问他。不，禀皇上，以微臣所知，彭二叔近日在青石冈与那何德淼朝夕相伴。什么？谢放，立即率领御林军3000，铲平青石冈，活捉彭二叔。皇上，那彭二叔的财产
如何处置？家产充公，家属人等一律发配充军。皇上圣明。好啊。三千御林军以点气待命。好，出发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官府来抄家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抄家呀？皇上下了一道旨，说老爷私通匪寇，还说要把彭府所有的人都发配充军呢。大小姐、二小姐还有大管家，你们还是赶紧逃吧，官兵在到处找你们呢，再不走恐怕来不及了。二位小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逃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那我们家的房产地产怎么办啊？哪还有什么房产地产啊？那个彭二郎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咱们府上所有的契约。彭二郎说老爷已经把房产和地产都卖给他了。什么？彭二郎？他什么时候把我们家契约给拿走的？我明白了，真正私通匪寇的是彭二郎，他们早有预谋。快走，他们肯定饶不了我们。哎呀，可是我们去哪儿啊？天下这么大，我就不信没有咱们立足的地方。是不是遗迟？走。嗯，我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，你们路上做盘缠用吧。包里还有一些衣服。你这是？大管家、大小姐、二小姐就交给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？我跟着你们只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那哪儿的话呀？只要你不怕被我们连累啊，你就跟我们一块走。我什么都不怕。走啊！哎呀，那走吧，一块走吧啊。哎，南公公。这就是彭家的房契地契，你看都在这儿了。哦，果然是彭二叔的地契。你是怎么搞到的？南公公，明白明白啊。既然这房契地契彭二叔早就卖给了你，这家呢我也没法抄了啊。这事儿呢我会向皇上禀报的。哎呦，多谢南公公。那我回京复命了。哎呀，谢谢南公公啊。哎，您请，我送送您啊。哎，您慢走，以后常来啊。我说李大人，这一本奏的可妙啊，把彭二叔的家给抄了，他总算报了我们这些年他屡屡和我们作对的仇啊。哦，这还不算，谢放攻打青石冈，最好能将彭二叔杀死在乱军之中。嗯，对对对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该庆祝一下。哦，来。哎呀，林大人请。哟，三位大人。林大人，喝酒呢？贤侄啊，哎，你们喝着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不过我告诉你，今天饮酒是假假制，各付各的。管你什么假假制，我也有钱啊。不过林大人，这一顿酒可不是那么容易喝的。嗯，有讲究。哎，林大人，我今天要行酒令。欺负我没学问，别的我不在行，行酒令我还很精通。哎，好，来，来就来，说个规矩。那我就行令了啊，听着，一个字拆成两个相同的字，做出两件相同颜色的东西。嗯，如果连上一首诗的话嘛，要连上就动筷饮酒，连不上的话嘛，那就请回吧。哎呀，少啰嗦，听不明白，谁先示范一下？啊，吕字拆成两个口，一口茶来，一口酒。茶酒本是同一色，这是茶来，这是酒。就这个呀，容易。索大人，你来。有了。品字拆成三个口。两口茶来，一口酒。茶酒本是同一色，这是茶来，这是酒。
口啊。索大人你厉害，喝茶喝酒都多一口。哎，李大人你难道是四个口？好像没那个字吧。不，四个口留给你用去，我嘛就用林大人的姓来行礼。我、这林字拆开两个木，一木是槐，一木是柳。槐柳本是同一色，这是槐来，这是柳，怎么样？而且呢，我这个里面不但包括了大人您的姓，还包括了您的品性。品性怎么讲？怎么讲啊？这槐有坏的同音，这柳就是拍马溜须的溜也。哎，笑够了没有？笑够了听我的。二字拆开两个一，一个王八一个鳖，龟鳖本是同一色，你是乌龟，他们是鳖啊。该我喝酒了啊。别那么不开心嘛。这样，今天我请你们吃饭喝酒啊，随便吃。怎么，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请客？哎，三位大人都要走了，我怎么着也得给各位见个行啊。林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去哪儿啊？哎，两位肯定是去天牢啊。哎，这至于李大人嘛，来年我一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几柱高香，您就放心的去吧。哎，这林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咒我死啊？哎，三位大人收受贿赂，私造万民册，诬陷彭太师，这欺君之罪好像不用我揍你们也担待不起啊。这啊，哎，这酒可以乱喝，这话不能乱讲啊。哎，是啊，我没有乱讲啊。不是有一个年轻人往你们府上一人送了一个大箱子吗？施世伦已经回京，专门调查彭太师一案。倘若谢放抓回了彭太师，皇上亲自审问，皇上圣明呐、彭太师又是皇上的老师，老师跟他爹一样，他要是问出个其中的端倪，三位，后果。林大人，我想你不应该是只给我们敲敲边鼓吧？哇，李大人果然是冰雪聪明啊！哎，林大人，有什么话不妨放在桌面上嘛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是你所说的是事实，你有什么妙计可以化解横祸，我们三位绝不亏待的。对，实不相瞒，化解的方法我早已经帮你们想好了。不过，那你开个价吧。把你们三个收到的那三个大箱子都给我。你这林大人，你好大的胃口啊。哎，就是、你不是说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土特产吗？难道真的是金银财宝？不提这个，不提这个，我们一人一万。两万。两万就两万。好，两万就两万。两万，你给现钱。哎呀，谁会带那么多的银子呢？回头啊，我们给你送到府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有办法。我知道你们三个都在聚宝钱庄存了不少银子。岳父大人，该你登场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来了！哎呦，大人，在下有礼了。贤婿啊，有什么吩咐没有？快去把三位大人存在你钱庄的银子各花两万两到我的账上。哎，那我你拿五百两作为好处费、哎呦，这太好了。这事儿千万要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女儿我老婆在内、你放心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啊。哎，那就在下告辞啦。谢了，钱给了。啊，福儿过来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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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